喂，孙无敌，你有没有看到洗手台上有个药包啊？啊，我找错了，怎么会是潇洒哥跟孙无敌的房间？我的沙滩裤怎么会在这？田野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但是小小非礼一下，应该也 OK 吧？这要分一小时。是新的校长啊，不同一个房间。你，我女儿。你呢？我女儿就没了，因为她可她啊。你呢？这可潇洒。啊，我和大刀啊，嘿，今天晚上的9点呢？教堂啊，教堂啊，记住啊，大件事啊，不要忘了啊。要是能每天住在这里就好了，真的好舒服哦。可是怎么天还不快点黑啊？我都已经等不及了。阿姐，要是被困在这里不能去告白，我一定会含冤而死的啦。是可以卡到哥的房间的话，应该可以解决吧。是潇洒哥跟孙无敌的房间的话，哥应该是个方向。神明啊，明女士很想每天住在这里，但并不想葬在这里啊。姜王爷，虽然我现在没有手可以给你合掌，但是你一定要保佑明女能跟心爱的人一起长命百岁。胡三宝，你做得到的，只差一点点了。去海边，哥干嘛带沙滩裤啊？啊，怎么会这么松啊？我穿跟没穿都一样。喂，孙无敌，你有没有看到洗手台上有个药包啊？啊！我找错了，怎么会是潇洒哥跟孙无敌的房间？如果这个样子走出去，根本就是要我死嘛！早点休息。喂喂喂喂喂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那，这个怎么在那里啊？我代替痴心姐还你了。因为我看不惯
看不惯诗欣姐一直拿三宝的东西来带，所以还给你了啊。就这样啊。啊，我的沙滩裤怎么会在这儿？田野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但是小小非礼一下，应该也 OK 吧？哦，可恶，超出我的视野。人帅真好，有没有穿衣服都一样有看头。看来以后跟你约会都要等好久才行了。胡三宝，不要再躲躲藏藏了。糟糕，该不会是被发现了吧？从今天开始，光明正大的当我的女人。好。这么直接，肯定把他吓一跳。不会啦，我怕我现在出去，我才会吓到你。弱水三千。仅取一瓢饮，任市面上饮料再多，选择再丰富，胡三宝，你永远是我孙无敌唯一的选择。啊，好恶心哦！胡三宝，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也应该有一个了结，不应该一直这样。糊里糊涂，不清不楚下去，绕了这么远的路，我们应该都知道。不管你有没有二头肌，不管你有没有叉烧味，看到你，我还是会脸红心跳，还是会替你担心，保护你，不让别人欺负你。不管无不无敌。你都一直在我的身旁，因为在你的心里面，我就是无敌，不是吗？你的真心，其实我早就懂了。那现在，你也知道我的心意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：一，当我的女朋友。二，让我当你的男朋友。傻傻的喜欢着你，没想到你也喜欢我，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喜欢。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声响起，我一定会让你听见我真心。谢谢你，宋无敌。